turn up. You better be there when I shake. Watch me rockin' if I can't stop. If I should fall, just go ahead. Go and catch me, baby.说什么来着？能跟我一块吃这个团奶三合的啊，基本上都是真爱。然后我们刚刚吃一半的时候，那个耐克发来短信，就是我在官网买的两双那个高胆的鞋已经到货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吃完饭就回去拿一下，然后给大家介绍一下。我今天其实本来没打算拍鞋片，今天本来就是咱们俩逛个街嘛，但没想到意外的把最近特别火的三双鞋的配色收齐了。这三双鞋子，打个招呼吧。嗨，对，这位就是那个上次帮我改那个 Ultra Boost， 然后之后还有很多人问你，是说有没有克制师的联系方式，但他好像就改了一双鞋之后就不玩了啊。这个。然后你前段时间去台北了吗？对啊。买了什么？台湾的价格怎么样？觉得？就比大陆的要划算很多。这个是，比如说这双这个 Dunk SB 的那个迷彩配色，像大陆的话一般就会卖到六七百人民币左右，换算下来的话，其实每双大概是300左右的人民币。超过300了吗？没超。哎，这个迷彩色这样看还行，还是挺帅的啊，两三百。OK， 行，我等一下把钱转给你。你买的哪双？哦，脚上这双啊？对，我还买了一双那个黑白色。你这个多少钱买的？也是200多，这三双一个价，勾勾这里。哦，你这个好看，挺大方的，这个颜色啥呀？这是哦，哎，你为啥买这么骚的颜色啊？因为就我第一次看到这个鞋，就被它这条杠给吸引到了，这个细节就很好看，真的。而且因为大家都知道，就是之前的那种有骚粉，有那个 Zoom X 的科技，那几双鞋都比较难买。就很难得碰上，就是有这个科技。是啊 ，Zoom X 刚刚试了一下脚感咋样？我觉得真的会比 Boost 要好一些。你妈，个人感觉。你穿过 Boost 没啊？这样也好看哎。大家喜欢，大家也可以弹幕说一下，你们喜欢这种鞋带系紧还是鞋带松松的感觉？对，没错。呦，经常看节目是不是？对。我的标志性动作，来，再转一个。可以。为什么这么像农民工呢？我感觉可能因为我是腿的肤色的原因吗？你正面我看一下。哎，真的，这样看你这双鞋洋气很多。哎，我靠。哦，麦迪斯带就是后面那个，对，它有个旋钮、那个、对。然后它正面就是阿迪达斯的三道杠，对，它那个鞋带是通过后面的旋钮进行。这么一看突然就让我想起来那双鞋。哎，不错。 OK， 然后这双也可以，但是跟你这双比起来，但不一样价钱了，它就比它1399399，对啊，本来定位也不是差了1000块，对吧？行，那就这样吧，两边打一个这样的，这样 Dunk 我是一般都是这样，然后对，全部都松掉，其实就一劳永逸嘛，这样就好了。这个牌子呢，我见最多的是它的短裤，你知道吧？当这个牌子呢，它的价格也不便宜，它的短裤应该要1000多块。对，因为之前看过它跟 Jordan 联名，反正也都是天价。天价也不叫天价了，但就是有点高。第一个鞋盒我特喜欢，这鞋盒它是这种蓝色的鞋盒嘛，然后正面的话就是那个 Jordan 的飞翼，然后它就做到就是两面这样，然后鞋盒的这边有一个 Just Dunk 的名字，整个颜色我觉得蛮特别的，因为 Nike 很少有这样的鞋盒，然后鞋盒就很亮眼，感觉那颜色。鞋子的话，它这次就是Air Jordan 1一代、三代，还有那个 Trainer 三双鞋子的元素结合了一下，但是大家对这双鞋好像不是很感冒，就是感冒的人不是很多。其实我一开始我也觉得说我不太喜欢杂交版的这样的鞋子，对，然后但是我拿到之后，就这个感情是慢慢培养出来的，就真的是越看越喜欢。我个人其实是最喜欢这个，你呢？我喜欢这个的位置。为什么？因为它那个，因为
首先它白色可能穿搭比较好搭衣服，然后它这个粉色让我感觉就很亮眼，嗯，不管你在夏天穿还是冬天穿应该都会就是骚气，对，很骚，我是比较喜欢骚气的鞋子。这个那个粉色的字母，嗯，魔术贴，对对对，说说我个人比较喜欢的是这双这个颜色，对，因为我觉得哎呀，可能因为年纪稍微比你大了那么一点啊，咱们有差10岁吗？应该没有。行行行，没有最好。然后，嗯，其实这个颜色的一代，就这个麦黄色的一代，它10月份会出，就是这 OG 的一代，跟鞋头呢就是 Jordan 一代，这个不用说，大家都认得出来。然后它的中底，包括你像这个大象项链纹的设计，这个就是三代来的。然后你像这样的 trainer 的魔术贴啊之类的，包括 Jordan Wings 这个也是一代来的，所以包括屁股是又是三代。这个魔术贴还让我想起来就是椰子，对对对，看 Kanye West 在 Jordan 的那个时候，在 Nike 的时候，那个 Nike Easy 2，对对对对，它前面这个魔术贴就有点像这双鞋子。没错，球鞋这个东西嘛，其实它是一个很客观的东西，就像你对我的评价一样，一定有好也有不好。对，包括球鞋也是，但是你喜欢就买，就不用太在乎别人的看法。这鞋子的做工啊，其实耐克现在做工就这样嘛，但是你也不能把球鞋当艺术品一样去吹毛求疵。我觉得没有一双球鞋能经得住这种吹毛求疵吧，大部分不行。但是这个其实也做工也一般吧，我觉得。我这双鞋啊，我刚刚跟你说话的时候突然看到，你比如说这里的线头看到吗，挺长的啊，线头边边角角毛特别多，还有这个线头特别多。对，我感觉这鞋没怎么溢胶。溢胶啊？对，没怎么溢胶。我觉得溢胶是好事，溢胶说明它胶水放够了。那这双鞋我反正我感觉就没，基本没怎么溢胶。然后我这两双鞋我不太喜欢的一点，尤其这双，就是它这个后跟的这个喷洒溅洒的这种设计，我觉得还不错还不错。然后这双鞋目前来说入手难度还而且这个颜色就已经码已经不全了，而且这三双在官网已经售罄了，所以也没有那么好买吧。我觉得只要耐克不补货，你像这样的联名球鞋我觉得还是挺保值的。三双鞋的话，如果让我留一双，我会留这双。那我肯定就留这双。我们把这双卖了吧。码数的选择的话，我建议大半号，因为应该没有人穿这双鞋打篮球吧，因为这双鞋你不太可能在专柜试，因为没有什么机会让你去试这双鞋，所以我建议大家买的话就大半号。哦，鞋面好软呐。啊，哇，有这么软吗？我靠，哇，这个怎么这么软啊？就，一压就下去了。哎，我这个还挺硬的，难道还有纸吗？哎，你那个为什么那么软？你捏我这个没有那么软的。不知道啊，我这捏这边两边。你这个好硬，你这个偏硬一点，但还不一样。那这鞋没那么夸张，你看前面啊，看我手。不是他那个。看到吗？哦，看到吗？哦。还挺软的。哎，啊，哦，对，忘了说312是什么意思啊？312两个意思，第一个的话，第一个的话是因为它那个这个品牌是芝加哥的吧？对，它那个因为这个没有，它的老家是那个这个品牌，它那个档案它是芝加哥人，那么312同时也是芝加哥的区号。嗯，然后同时呢，因为我们这些刚刚不是介绍了这双鞋是由 Air Jordan 1 Air Jordan 3 and 这个 Jordan Trainer 然后三双鞋打造在一起的。那么乔丹本人呢，也在就是3月12号这天，曾经穿走过 Jordan Trainer 这双鞋，在赛场上比赛。Air Trainer， 嗯，在赛场上比赛，因此呢，所以这双鞋它就取名叫 Air Jordan Legacy 312。仪式，忘了重要的仪式，送你一杯，你要喝哪一杯？这杯，来，先干为敬，干了。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越看越好看。Watch me rockin' if I can't stop.If I should fall, just go ahead. Go and catch me, baby.